基本上它叫台北男女，其实它应该是叫都会男女，探讨的其实就是生活在一个现代都会里面的男男女女的一些面貌，一些点点滴滴。它没有真正的故事，它就是一些片段，有一点好像我们现在如果每一个人在上电脑在search 什么东西，我们都是在看一些片段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表演反而是相当困难的。在选角上面，我当然就特别去想找到这种对于生活上面的体验也要够丰富，很有爆发力，而且很知道怎么样子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可以让观众有一个非常深刻印象。它里面探讨了非常非常多的不同的生活层面的议题在讲民主，再讲到感情，在生老病死，讲到旅游，各式各样的这些话题，在视觉上面的处理，也会很不一样，会有很不一样的剧场感，一种现代感，我们会把它玩得更疯狂，更有意思。所以我当然希望观众朋友，会有兴趣对这么一出另类的戏，会感到有兴趣进来看。我是丁乃真，我是台北男女。